哎呀！废，鱼这么多吗？你看你入不入股吧，哥们儿。最近这两场鱼钓的我是十分生气，赔钱了啊！咱们在辽宁钓了这么多场，也没赔过这么多钱，两场赔了我将近200元。虽然我宁总给我补了一根杆，但是那也不行。回来了啊，外地不适合咱们，还是得回到辽宁。三场挣钱那个地方啊，本溪小事儿荣军保底钓场啊，收费还是680，50个钓位，放鱼10000斤，什么也没有，什么标没有，纯凭鱼货啊。黑钻3米9 3.0 啊，3拉2起啊，5号新冠的，这鱼快，宰鱼得快。然后这个应该是用这个 MT03 的3.8克的2号，调个8-9目就行。3米9的赤练狂飞铂金满的15.8H。胖胖今天入股不？你入个股啊？你可以考虑考虑。你第一次入股，可以给你次机会，让我抽完号你再入股。平推没标，在那场被盘的100多块钱呢。你入80，你不也能给你挣回90多块钱吗？白得的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这个是全后期的，4米5 1.5，拉0.8 0.6，8H的啊。这个遇到的啊，金刚节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线，好吃不贵啊。对，好用不贵。第8场了，才赔多少钱呢？还剩1475，就全网也找不出来一个赔我这么少的。那我也不入，好好我再看看。我抽48号呢，D11的1号，这没放电池吧？还6斤，改变一下啊，荔枝味的。哎呀，然后主位型还是用这个泡，这山楂配栗子，山楂汁吗？2000元挑战啊！我觉得这东西好像越挑战越没头。第8场，还剩1475。别说那话，48给我留着呢，48。没有球了，那人吗？26。多少？26，26，54斤。54斤呢？不咋好吧？还入个屁入！你玩吧。就是这个钓的好与不好，咱看从项去比较，看咱们能不能过60斤啊？能不能过60斤？二走啊！主打就玩来。上来就上，你比我扔的还快吧？可能是查到5的时候就往里扔了吧。上对我也飞他，今天小鱼小，这位置还准啊！点炮啊！这位置我给你上个对怎么整？我上个对了，你就啪抽个自己个大嘴巴子。上个对我下一个给你抽去。然后我要没上对，我今天我要一条对没上，我上给个人5个大嘴巴子，怎么样？就这么的呗。好使，必须上对。不得裁判抽吗？啊，不用裁判抽啊。来饭，压力都挺大的。他抽完了，俺俩谁受不了？点炮啊！前期坐卧就点炮啊！哎呦，那边真快，那边上鱼，夸夸。哎呀，但我不着急啊，我得鱼开口真快，我得先坐卧，我不能那么着急。等漂翻起来，我们去下水线啊！冒泡了，冒的是那个铅皮泡。哎，来动作了。哎，你不这小吗？哎，这不挺小吗？颠儿跑啊，看我这个手法，颠儿跑，让漂饵带漂走，漂翻起来，然后再压水啊。这都是小细节，我直播都跟你们说过，今天实际操作一下啊。哎呀，抢鱼！谁说位置不好的？先机走快，他家哪有慢地方啊？帮我降2目标。对呀，眼科挺好，飘也看不着。哎呀，翻，好压，一系列小动作给你。宰鱼要快啊，前期你再抢不出来点鱼，结了，鱼就完了。你这鱼小，鱼我能飞起来的鱼，胖子你记住都不大。
都不大，投三百斧什么多大音都能飞起来，一会儿就完。这不是对，一条一条的飞，十条以后你再看。对，埋的人最少15条。让你知道什么叫折叠。翻，看着啊，翻压水线，别扔进去就压水线啊。全是行程上的口，饵料戳的远点，戳的大点，线泡不要太大，轻轻一捏走。胖子，你不要 不入股是不？没入，你入80元不股不？啊？我是不入，钓50条鱼我入什么股？50斤钓50条鱼还好了呢。啊，50斤，全是假象。啊？前两条鱼都是假象的。那可，你把心放肚里。今天最少70斤，走。你钓70尾算你厉害。松着主线，翻立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准备结。钓鱼你不得有点耐心？结了。钓鱼你不得有点耐心吗？来来，好一个。丢了吗？不丢这能飞上来吗？完了，全是假象。哎呦，这太怪了，这个。这你拿下了吗？这爷子。我有胖子帮我搞的呢。他能抠出去，没把我这种抠出去啊，说明他的比我这种不好。来了，这边走的是，再抠，来，哎我，完了，你这大嘴巴是挨打呀？对，一个没上呢，是吧？我也不敢让啊，现在没有口了，让。上一个的伸腿了，没收着啊！这个位置，今天我的目标就是70厘米。Later， 三杆给三口。你不止干活，我告诉你，马上就要打对了，你注意点，大嘴巴都给我抽上了。准备，准备着啊！准备啊！准备啊！我准备。4米5掰下去，15拉08。你看冒泡，你看，你看那鱼往里翻，你看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你看结不结？让一口好了，让一口，那都结两下了，让一口就是对儿啊，来吧，小伙子，他让那口你应该正应该正经应该让，让一下，对，对儿嘛，就是上岸咱不管了，这个嘴巴不能打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准备着啊，还能在底下，肯定在底下呢，他得打俩，打一口，两口，是不是对儿？我特意让对儿了，下一个。看你提员的指示，下一个。你问胖子，我特意打第二口，第二口我不坠上。看你提员的指示有点吓人呐。站起来抛杆不丢人啊。长得矮呀。来。我瞅08就这么往里头。哎呀，线结实。着急了，知道吗？你不快点拎，一会儿。唐风的嘛，你穿那衣服对不？快淋一会儿，鱼跑没了。嗯、啊，多淋一条是一条。吓人！那08就这么贴水皮干的啊、哦？那就这么搂它就完了，不要怕。有点老鱼也行啊，然后再开泵再钓点。这地方整了100多斤，整不了。不信那劲儿了，上场那小子谁？我蹦出来说上岸怎么钓50斤的？怎么钓的？杆子踹吧踹吧，卖得了啊！不是抬杆一声没有的时候。你怎么钓50斤？那句话怎么说的？上鱼就话多吗？对，谁上鱼谁话多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对儿，对儿，对儿。哎，不是，一个得呗，吓唬谁呀？钓老鱼挺好使的，这小荔枝味儿。你就说荔枝刷锅好使呗。一会儿，哎，给一口，两口。两口。真打第二口。真打第二口，你慌不慌？就问你。
我也不为了上，我也不为了上岸了，一会儿都不打了，现在是就为了打。哎哎哎，我这是杆儿，故意的，你不是杆儿，故意的，演我。现在头一会儿都不打了，你慌不慌？我压力好大呀。结结了，结了，两口，两口。慌不慌？这是对儿，大这大这不是对儿，大。哎呦，太吓人了！哎呀，要歇了，漂亮！哎，歇了，来了，看你了。对儿，这对儿屁对儿，不是。给一块一块一块。哎，这抄鱼的技术该说不说，知道先把抄往茶里头等着。你这你抄不好啊，那抄跑了得赔两块呗。抄跑一块，有，小三还有啊，不知道有，肯定一大堆呢。好，放完了一大堆，我咋没有一箱？我怎么没看着呢？哎呀，几个了？嗯，不给。这今天已经算超过了一块八回了，这地方最就是四五十斤的位置，我给它翻了一百斤啊，多给它掉了一百斤，就是狠子啊。一百四五啊，能有吗？看看呗、啊，指定是过百的，指定是过百的。要我说就是会钓和不会钓，它就差老了。哎呀呀！前两场坐这儿那俩兄弟啊，退坑吧，刚才五个嘴巴子还没打呢，是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个都是没打着。来吧，最终卖了162斤啊，那个486，赔了194，1281，经费还剩1281。下场八场了，98,000。预告一下，我们后天少山998的票啊，有各种标鱼、各种鱼竿的场啊，嗯，关注点了，对，完事不就没了吗？不可能，必须钓两个鱼竿啊，鱼竿三安标啥的，下场挺大的票，下场容易挣回来。周六啊。这2000块钱花不了啊，容易花到明年呗。这收。So